现在是下午三点，刚刚接到殡仪馆有一场出殓，我就马上赶过来了。现在我已经到了殡仪馆，这里是殡仪馆的侧门，我正要进去找助念室。今天要助念的亡者是在助念室的五号，应该是一位先生。今天蛮冷的，天气有点冷，不过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下雨。人在阴宾馆这边也感觉冷清清的。助念室到了，就在前面的走廊，远远看到不少人在前面那边。然后我要把车子停好。我现在要进到助念室五号了。现在是下午五点半，今天在这场殡仪馆助念已经圆满了，可以看到天都已经暗下来了。今天这场助念比较特别的是，助念到一半，刚好检察官带法医来验尸。这位亡者，这位老先生，他可能是年纪有比较大了，他在家里爬楼梯的时候跌倒，不小心跌倒，然后就这样走了。人生真的是很无常。那希望今天助念的这位老先生能顺利往生极乐世界。今天助念就到此圆满。